有兩成啊，有一成啊，有一成啊。咁但係啲人有冇話都嫌貴啊，定係點啊？有啊，有講啊。即係咁，咁最多人最多係買啲咩啊？蝦同埋蟹咯，同埋魚咯，基本魚蝦蟹噶啦，但係就個份量就會比往年減低咗。千零蚊咯。係千零蚊啊！買多啲嘛，買靚啲嘛，係啊，過節啊嘛，同爸爸媽媽一齊食啊嘛。